不要打架。哎呦，哎呦，为什么他？哦，他刚刚好像抢他的东西吃。不是，整缸都是食物，你们干嘛呢？为了一个小小的浮游生物，有必要吗？他刚刚好像是有一个游过来，然后他已经要吃，然后他就先把它吃掉了，所以他就没送。对，所以后面那一只就咬了。